来看台南家家长有受刑人哦，拍主管，接主管被拍到受伤，送病院去治疗。家家是表示讲会来问当事人，买来调监视器的画面调查处理。所讲弹卷真有名的台南港角，疑似发生受刑人拍工厂主管的事件。两个受刑人先对主管泼烧水，然后做伙拍伊，造成主管颔仔骨烧烫伤等伤势。警方接到通报，赶紧将人送去病院治疗。我们的工厂主管因为策换一名视同作业受刑人，那引起两位受刑人的不满，就代为出去，继而攻击我们的工厂主管。主管迄天下晡就出院，即几天伫厝休困，警方会以当事人笔录甲监视画面做后续的处理。但这毋是今年第一件监视暴力事件。三月二日，台中看守所嘛有嫌犯不满拍招呼，互戒护员主动的拍人，造成两个戒护员受伤。那我们当然也不希望说，只是对受刑人，因为你可能就行诸暴力，背后的原因还是要做讨论。那看守所当事人他。要不就是羁押被告，就是说他是判刑未确定，会比监狱险峻一点。监所关注小组认为，监狱还是看守所发生暴力事件的时阵，应该先厘清事件的起因，不是处罚的结束。那背后的原因无解决，同款的事件恐惊一再发生，嘛不是管理阶层，而是受刑人想要看到的。记者温正雄、陈焕武、柯正准台南报道。